三民水产现在讲到第一百六十二页，一百六十二页，在第三行，也就是说明最后参会保障苦果的保障，保障中现在是讲到参会人天以报，人间天上的众生，从过去生的业力所感，从三途苦果出来之后，一个苦果的意识、业力的意识，牵连到转生在人间呐、啊，人间含有啊那个意识的苦果，所以不是人间的业报。要多数讲人间，因为天上啊，多数是享乐啊，比较啊，还没有一种业报了。以前那是对人道众生说法，所以对人间的业报讲得最小。一共有二十一趟，前面就讲到第五趟了。在参文堂大家可能哈，参会人间，情有雕伤，爱撇离苦，随报。前面讲那个两一趟了，就是多多讲到爱撇离苦，时间多了就停下来，就啊。现在要继续讲下去，就是讲嘛，世间人呐、啊，都有这个六尘见受。做人在世间，不出两杂事的啊情况了。恩爱、憎恨，喜欢的就恩爱，啊，那个厌恶的就憎恨，憎恶的恨的。所以在这两杂事中，所该被穷生之息呀、啊。无停止的惩罚，爱别离苦就是属于恩爱方面，下面的厌憎非苦就是属于憎恨方面。要比讲爱别离苦，啊，从明言那个圣安太师的诗也很讲，啊，因为要说明这个爱别离、恩爱别离，那是世间人一天最苦恼的事情，所以一个诗也讲，身体。四片最堪伤，每年令人欲断肠。你是帐中此行业，民非马上恰君王。泪沉江海犹相欠，恨掩乾坤未是常。这个诗做得太好了，啊。众我们人道众生在那边生离死别是最苦恼的事情，莫讲生离死别，就在生离的时间，哎，已经引出来讲过多次啊。所以你真实他的定义是他这样掉卷福的情形，这种的生离是相当痛苦了，何况是死别，所以会是最感伤、最最为世人呐、啊、伤心悲痛的事情啊。在这个生离死别的时间所讲出来的话，真是为世人呐肝肠寸断，所以每年令人欲断肠。所有语言讲出来的话，为世人呐肝肠寸断到自己的痛苦。那像这种的情形，有么个好比方呢？有，拿历史上两件事情呐、啊、来做啊，说明这个爱别离苦的情况。第一。你是帐中此行业，两地方历史上啊就是秦始皇啊秦朝灭的个时间啊，当时形成了一个楚汉争锋，西楚霸王，然后汉国主刘邦争天下的时间，最后西楚霸王行业失败了啊。汉国主刘邦成功了，那这个楚霸王的力量、的武艺啊，那是世界上可以讲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一扎手可以拿一扎一千斤的铜锭啊，在太庙上周围钉三钉转，唔会去见。一扎手拿个铜锭的脚，一千斤的铜锭，手拿个铜锭的脚，按来拿呢，钉太庙钉三钉转，起下来唔会去见。你看你的力量给他啊，所以因此这个虽然有安泰的力量，可是他啊还是没给啊能力统治天下，所以最后
就是是派了多了那个啊鬼哈啊丢离三个鬼哈四面埋伏。当时那个刘邦拜韩信为太将，韩信的姐妹非常好，把那个楚霸王韩信啊围在那个鬼哈，给带一个八千子弟兵奔了青岛军队，结果就完全是奔那个刘邦消灭掉了，只剩下给带了个八千人。八千人最后在鬼哈不是围多个时间了，那个张良军师的头脑很好啊。因为楚霸王是楚国人，所以他就运用那个楚国的方式，就唱楚国的歌诶。安不是半夜在那个本地围多的蔬菜行，周围顶顶转三行啊，就派千多那个会唱楚国的人，四面唱那个楚国的歌子，唱了千多人。哦，刚才所谓四面楚国啦，啊，后来流传那个典故啊，四面楚国就对了不了。那么楚霸王这个围多请围进来啊，谈到四面楚国，一心肝就想讲，马上真正挨个天下就已经本刘邦拿枪了没？四面都闯楚国了，所以他非常痛苦。那家子已经非常严重了，所以他个最爱的人就是你是相啊，你名人，所以就发光了。英雄难过名人关，项羽是个英雄，可是他出场战争啊，还会把这个女名人带进去，做这个帐篷行老给过生活。所以顺便埋伏的时间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女名人还是在他身边。所以干安部谈到那个情形，最后已经没办法了。一安部当然没办法说，没办法说是饮酒来解手。所以老几个移民人凉茶就去饮酒了，啊，最后提供也天光一空，怕就没办法没生命了。所以最后那个楚霸王，啊，一头是酒，就做一首诗来讲：一拍山兮兮盖世，时不利兮家不食，家不食兮可奈何？你兮奈何何？你是你是那又好，一个歌唱出来呀，就目就是怂流了，该就是英雄泪啊，目就清流了。那你是啊，就提供天王就没办法了，被天死了。所以他也就他也能死哦，也就做一首诗的回对讲啊：汉兵已掠去啊，西方楚国上，太王一息尽啊，千家何聊生。意思就是说啊，楚霸王太王既然是没生命，那个一息一亲啊，跟爱牵强，爱又何必留那个残神呢？意思也要停的死。那么跟没办法天将讲了，不讲了，楚霸王非走不可了。我这个世界杀名人的，其实很看这个女名人讲，你去跟人潜神路吧，爱非走不可了。所以他有个最爱的骏马，叫做贾无贾。把那个骑那个骏马，而这回时间吼行了几步哎，又唔放心，又多走了看人家名人，刚好走啊，打算好走啊，安尼来来去去可能三番五次了，都走唔离，走唔离最后个时间了，决定要冒生命，所以你去看到情形唔对啊，佮再过多走了个时间，就话佮讲啊，你莫会为啥来啦？你个人好做你个前途个打算啦，所以一下冇注意啊，就把个楚霸王项羽摇成这样个样嘛。绑了出去，咁就改一下就亡死了。啊，将埋嘢咁啊，出年纪之间就改死，就死啦。哦，咁冇地方啦，佢冇地方，因为年纪是一个弱五子啊，冇咩多佢暗用咁，咁绑起佢嘅咁就自杀。所以当他绑到嘢咁自杀，楚霸王冇想到，无意中结果就是看到一个讲个年纪年尾人就自杀掉啦。嚯，咁下都太叫一场啊！关键他们军事啊，就以一个行去埋起来，然后上走。移民人第一个，他是无走啊，吼，他无事，绝对是走不上，两手拖拖绑绑。俗话讲啊，富里二走九百米了，啊，我走不上。所以讲，你是按老楚霸王离别的时间，那这种的痛苦的情形，这就是所谓，生离死别啊。所以你是帐中此项羽，项羽就是楚霸王，帐就是帐篷。战争的时间都是搭帐篷过生活，
啊，也就是从秦始皇秦朝灭掉以后啊，又改造到变做汉朝，汉朝之前的楚汉争锋的情形。所以像那个年纪啊，然后那个楚霸王用手去分别的家的情形，你只想想就可以理解了。那是两百个痛苦，这就是所谓爱别离苦。下面一句，明妃马上下准王，你啊也是一个每五年呐，然后你啊个皇帝又分开个审理识别情况，那是唐朝，立唐有天下，唐朝啊，唐玄宗开年年间的政治都蛮不错，都是稀罕。可是到了后来，得到杨贵妃坏了，啊，本来个杨贵妃迷多了，腐了乱做，所以结果闹得天下太乱，啊，所以就弄成安禄山造反。因为安禄山造反非常严重，蜀都已经乱到不成体统了，所以唐玄宗没办法嘛，只好想要去一个西川，当时所谓不是足啊，西足，我去西川平安。我以西川平安一个逆鳞军啊，谁家的逆鳞军啊，用得起？我以西川平安，当然啊，唐玄宗还是离不开杨贵妃，还是把杨贵妃带进去。杨贵妃就是明妃啦，光明的明，明妃就是杨贵妃。他是所有的啊文武百官都知道，亚非的国家会闹成这种情况，完全就是杨贵妃，因为唐玄宗迷恋杨贵妃。基础嘛，杨贵妃的穷凶唐下国啦，穷凶哪里掉了做太官，弄得天下太乱。所以有时呢，加上杨国忠啊，天天睡觉啊，所以这条逆鳞军的随行的军人啊，行到这个鄂西西川的中途，到马嵬的所在，马嵬是地方名，行到马嵬啊，嚯，这条军人全部跑不平了，挨得车的强拖带的呢，跟挨用物个家，富物个家，所以当时这条军人就。唔行啦，唔行就老皇帝记者讲啊，个车嚟停在你挨得唔行，咁买个车嚟啊，杨贵忠、杨贵妃，咦啊个土匪停在你间挨夫买个家，弄都冇办法，所以个杨贵忠当下就俾个条军师啊，俾佢杀脱啦，杀脱啦，个条军人轻易轻易个衰，一下俾人割肉食脱，俾个条军师啊，把这个杨贵忠个全身个肉割来食脱。但是这个军事还是不行，当时带头的逆鳞军的太将军啊，陈玄礼再去再讲，那个军事还是不行，就用办法不行咯，皇帝不管用办法不行咯，将彻底行差了，就会指杨贵妃。个杨贵妃行差，国家不会平，所以必定要把杨贵妃消灭。弄到最后没办法，啊，杨贵妃啊，敌讲非死不可啦，加上系唔是啊，皇帝也没办法脱单啦，所以。杨贵妃家喺天天出行，也喺骑马，佢骑得马嘅行，哦，家下几人常常爱死啦，啲冇办法啦，就留呢个唐玄宗啊，爱留所谓唐明皇啦，唐明皇就是唐玄宗啦。我哋一分片啊，所以个皇帝冇下手术啊，冇人敢杀佢，所以皇帝就下手讲啦，喊佢吃剑士，自家吃一好啦，啊，吊下马过吊死算啦，按你个意思啊你。所以家要分别，那是非常的痛苦，该用不着再讲了，情况重要。所以把杨贵妃就在福建一个地方哈，啊，就这个哪里，塌死掉了，吊死啊。所以个就是所谓明妃马上下准王，啊，一个杨贵妃在骑的马的那个非死不可呢，老了个准王就是指唐玄宗。爱分配的时间，哦，该痛苦的自己呢，该也就是人爱配的一个情况，生理欺骗，俩就是爱配的故。那像两种事情啊，那你中国的历史大回来看，从古至今，唔敌几多啦，千千万万啦，不过是最显著的两种啊，拿出来可以敌那个世间的人爱配的一个情况，究竟有多苦？所以佛法要下面谈爱，啊，要无我，要谈爱，苦在难免。家庭一个恩爱仍然是一个元素的，它的十分很好，真是没办法了。所以因此之故啊，
有二水之运，轮回不息，也是一听的道理。第二就是所谓二撇离苦，亲就调上二撇离苦，也是人间的苦报。第二都是过去生的业力业感带来的生意的苦报，所以不是业报。继续看他们，忏悔人间，严加智慧，受有不畏吹报。第二就是严正非苦，人间的人严加智慧，师兄有一句话讲，严加路家，严加路家，看到严肃人啊，有一年中当，非常难过。可是那个严加唔老嘅智慧，唔过偏偏会智慧，偏偏会冲下做一台。所以跟遇到的情形呢，当然是非常痛苦啦。所以严加智慧又少啊，又少，又恐怖又怕畏，这是非常痛苦的事情。你看，就是严真非苦，严加智慧的严真非苦，又真又狠又严酷，严真非苦。世间的严真非苦，严加智慧那个苦也是非常难啊难受的事情。所以一个圣南太师的严真非苦的诗也很高，苦是人情皆有品，随地俗业自相走，有钱难买人蒙杀，无家能求玉卒鸟，便派长孙始作贵，神望小事念为妙。严真非苦前世纪不必讲啊，都是说明这个严加智慧的苦恼。那他要证明这个严真非苦的情形呢，记住历史上两件事情，两件事情来证明这个严真非苦，就是后面的并派长孙始作贵，神望小事念为妙，两件事情。你看也是跟一个严恨真恨跟我们的成故的情形，先讲并派长孙始作贵，长孙唐朝的太将，也就是老前面所讲的唐玄宗弄得安禄山造反天下太乱的情形，跟当时的情形。当时长孙两位太将那是非常重啊，唐朝是长孙，宋朝就是岳飞啊，无岳飞还出名，长孙人还唔敌就会啦，孙啊就是孙茶的孙。长孙属了个吉阳山，属吉阳山。给做太将属上是几个任务，无论以后你在山不能是喊，是喊了这个任务就啊失退了。所以部署这个吉阳山啊，这出兵主为了攻打，为了两年谈判，本来上了好几万人啊，为了抵抗铁兵围上啊，哦，十多亩河是本铁兵围阵出唔得，上多方有个人士是有限啊，十多最后数件攞出诶，重诶，唔把街都压出来是枪诶，十多最后亩河是去可怜啊，什么个东西呢？老弱妇孺神士，古时代啊，充当勤务。他可以讲，在古时代，尤其在帝制时代的五年呐，简直是啊，没把他当作人呐。所以因此，老弱妇孺就先杀了是，杀了是，不料的武官呐，将士后来部署那个杀啊，尤其一个五年，王就被杀死了。那按呢，讲怕人心会抛通啊，古时一夫多妻制，长孙做武官啊，太将啊。当然他不但有妻兼有妾，所以他就把他的爱妾啊拿来挡在军师面前，就拿来杀死他的爱妾，割肉煮饭太假食。这个军人看到太将把他的爱妾当下杀死，割肉煮饭太假食，他看哪有办法吓人啊？这都目击行的，是不咯？但是长孙讲听太假讲，非是不可。冇事啦，睇下我是挨你只嘅上出报数唔系，挨会啊
一个实行爱的重义，所以应当太高而轻重，为国轻重，一天都保守在他上，非是不可。所以因此自古因为这个庄生的十二强的本太高是有按那个缘故，跟上位所有的老弱妇孺可以用四枪了，四枪统统杀了四腿。直到最后存到三两钱的军士啊，他可以讲完全蒙人了，存几十兵那天的呢，几千兵在树上。当然，幕后人呐、啊，你有办法有，你有没有办法是，也是来报仇，所以最后还是死。最后那个伤还是石汉了，石汉以后啊，庄顺就本那个铁兵出去啦，出去啊，当然就死命了。这个庄顺的总的情形，跟老铁兵一战和跟。哦，佮一怒气一气呀，怒发冲冠，头拿毛个啊挡起来，全部啊挡起来，怒发冲冠，头个帽子都不背着，怒发挡起来，哦，咬牙切齿，佮牙齿一咬啊，牙齿都碎了，牙齿碎了，啊，所以本来个铁兵做起铁兵个太将个时节就讲，俺唐人讲，你喺一出战个时节，啊，怒发冲冠，咬牙切齿，讲你牙齿都咬碎了，俺看有样么？用太多的个嘴唇挑开来看，全都三根牙齿，全都三根，俺敲的，一看去牙齿一咬就全部敲没得，免得。那么最后当然没办法嘛，所以临死个时节发恶念。叫我生生奶年不好，我死了我要做李鬼，死了我要做李鬼，就是文物鬼啊，我要做李鬼了，把你爹就伤害我的国家的反乱啊，一个铁兵，我一块儿同什么铁兵，这就是说明兵派庄顺死作鬼，庄顺都兵派最后是他们时间，就像我生奶年不好，我做鬼，做鬼哪里好，做鬼无形无相啊，哪里好。所以反应要做鬼，有历史不能说光啊，说光啊，法庆都死人啊、哦，只是说明那个兵派庄顺死作鬼。那你看那个庄顺的狠意，很多人嘛个狠，啊，你就可以理解了。下面有一个孙蒙受死人为谋，这个故事也是出在唐朝，但比唐玄宗在前，是武则天的时间。唐太宗以后，这个乃是唐高宗。唐高宗的时间就是武后霸权，啊，武后霸权的时间呢，本来当时唐高宗的皇后啊，是王皇后，啊，但是那个唐高宗对那个啊，武则天，当时封作九女呢，哦，武九女比较啊，宽松宠爱的时间呢，慢慢就老王皇后贪了，但是当时还有一个。啊，黄忠都有个啊，妃子啊，相守就守侍，一个相守个妃，非常气头也是唐高宗非常恩爱的。但是自己得了武后以后啊，他对王皇后与守妃都是看淡了。慢慢的，个王皇后了守妃啊，就本这个武后非常沉痛，都本武后害到最后啊，皇后废他。废帖就把那个武后啊，就升做皇后了。同时呢，那守妃同时也被他废帖，废为庶人。在那个皇宫都看有个沉宫啊，个暗宫的右啊右边方啊，就是一个屋嘅暗暗，乜嘅东西也冇空气，关了地方方，关了地方，一个开只细细嘅啊壁内，细孔嘅，安尼传东西入去秘室，传东西入去秘室，守妃老王皇后，我关在地方方，我关俾死人。那后来唐高宗是一个吃油肉的人，后来唐高宗发现武后厉害，啊，抵抗会困难了，但是没机会尝试武后停下来，我来去看一下王皇后，说也没机会，因为武后都啊，在外家过去几个休假也不行，那么趁那个机会呢，唐高宗就偷偷的走去那个油金。王皇后边受贿的素材啊，一看，哎呦，俺可怜，一丈夫俺的房顶的墙也飞落耶，俺的送东西不是里边乌乌暗暗，这个可怜的事情呢，他就喊嘛，皇后受贿，有在里边嘛，哦，搿里边谈了讲嘛，俺都非为庶人啊，俺呢还可以得两个尊称啊，哦。到最后就要求讲啊，家庭能够使俺重见天日啦，希望你了条地方啊，同俺改个名字啊。他是第一，虽然武后走了，
佢留下千多耳目，全部人千多十个方向吼。所以呢个唐高宗去看王皇后嘅事情啊，武后一归来，一转来马上就知啦。吼、哦，个武后嘅突心就发出来啦，就把个王皇后变小妃啊，就拿来拖出来，拖出来手脚就剁脱，手脚剁脱，目珠一脱。所以个太招风，点要撞慢慢个招，撞把你阿两张人，个手脚都系唔会死啊，每天每天唔会死进去嘛。出几张人，并且手脚对，得把个招风都忘，只把个招都忘，是真招风。讲啊，我本意两张最死嘅，最皮死，最到骨头最死嘅呢。佮说个招风方针眼睛冇见嘅，真真是。他烧那个烧灰啊，临终要披杀个时节，要死个时节，佮发了红眼。就爱发爱注视将来爱去死了以后啊，爱会做猫诶，做猫诶，阿乌诶，阿乌诶，就会生生世世做老鼠诶，就叫做老鼠诶。爱就做猫诶啊，专门来咬咬阿乌诶，阿乌诶做老鼠，爱就用做猫人咬阿乌诶，阿乌诶就爱个对头，爱必定咬未死。佢就发阿那个妄念，讲爱做人那人何，爱做猫诶，你啊。武后，你阿武的吼，你死了以后，你就爱做老鼠，生生世世做老鼠，爱就爱生你啊！恶念、痛念，你只想想看，个恨恨到极恨啊！神亡受死念为妙，就在唐书，也是就在唐书，旧唐书、新唐书都有。可怜啊，看起来你把到黄宗王故事做皇帝，黄宗王亲自演没？呀，那个斗争啊，互相啊，那个互相残杀个，个残忍情形多啊，多得不胜枚举，哈，所以，师兄人传说讲啊，个猫诶啊，就喺社会做啊，社会边呢，个老鼠诶，全部都是武则天，老鼠诶，统统都系武则天呐，实际上未必然啊，未必然，不过一发了个妄言啊，那都是事实。都是事实，不过一错了，从个暗娘，从个残酷个怎样，当然是要吹落啦，那是难免。他不一定是像捉弄出我听听啦，该就是所谓严真恢复，从两种严真恢复多了，多起了。在那个唐朝之前，汉朝初年，啊，李后，中央啊，李后把以牙眉，啊，拿落开始。该就唔会得把酒讲吼，就拿那个手脚剁脱，还有干鸭肉皮鸭脱，还有木竹叶脱，就接那个本行吼，太本事吼，接那本行吼哦，做个咿咿啊啊，讲话又讲话唔出，安尼啊啊个眼啊到死，做个本行我尖到死尖惊嘅，哎呀，仲个秃嘅情形吼，安尼仲个啲事秃起来，啊，实在可怕。爱从前一向喜欢看历史，所以对历史方面的东西啊比较哈熟悉。那第二种事情呢、啊，历史上多得很，挺多。第二就是属于严真恢复，你看看世界上的严真恢复可怕不可怕？那第二是严重的呢，可是普通一般人爱想，人人不能免。你如果唔系圣人，你冇那个平等心。既然你没有个平等心，你个心中啊，必定有你最爱的人，也有你最恨的人。你的爱和恨我不能平分，永久就是生死根本。那两个事件就是你没办法好忍你的，所以讲一个严真恢复的情况，不能说讲太离广州了味你看那个严真恢复不是忧愁、恐怖、怕畏，都是这一套啦。所以不是人家欺负啊，受有污秽的吹风。继续看下去，啊，本来按再按来讲啊，按来讲讲个三年都没停。忏悔人间，水火脱尽，多病危险，强穷强弱吹风。世间上水灾、火灾、强土土匪、烧头、赤的。战争的多兵，多兵之战争，亚种的天灾地变或者引起国家的国与国之间的战争，非常危险，非常可怕，又强又恐怖，使人撤退软弱，亚种的情形是普遍啦。
就是你看平常是现在一般的美国那个火灾挺多嘛，时时都发生火灾，那报纸一看，差不多平均下来等于是每年都有啦。水灾当然是九九一百，它也非常严重啊。过去大家记忆犹新，民国四十几年的八七水灾，拖车土匪现在是按去查，土匪强拖误杀匪拖车亡行，那都是非常的严重的情况。一般老百姓惶惶不安啊，难以过年啊，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情形，这个时间不是吃苦的情形吗？多兵战争，战争是兵呢，多武器，多的就是代表武器。现在的武器都是用枪啦，枪多武器，这个战争当然是更危险的事情啦、从古以来战争呢、是难免的事情。那你中国历史每一朝代，爱晚朝爱末朝的时间，前后最少有三五十年，最多上百年，严重的两百来年。像西晋以后，八王之乱，后来到东晋，东晋一直到五胡十六国的时间，经过南北朝，这两百来年的时间都在战乱当中过呢。多危险，两般可怕，是强穷，大家拢去都死嘛，冇办法担嘛，吃就冇担了，吃药冇担，躺到风山鹤唳，一计上将就出将功，又怕战争了，又怕打起来了，厉害人，一下躺到又上将，又怕撤退来了，又怕强拖来了，安尼个情形。所以弄得大家都心力衰弱啦，都变成神经病啦，精神都要变成一个精神错乱的情形，所以那是非常痛苦的事情。一个世界上列入个灾害免不了，时时都是痛苦，所以世界不是苦海。忏悔人间，孤独、困苦、流离薄边，忙食国土垂薄。一个人间有鳏寡孤独，孤孤子，无牙外的孤儿，托托付单托一个人的老人，生活非常痛苦。用现在厉害的情形，穷人有子女叫他托太好，甚至是托硕士拿博士拿到来去做美国了，也不想回来自家的故乡，结果把自家的老阿爸老阿妹就丢在台湾去装一个老火房屋，一个太火房屋啊，像一个老人家从那边装八十九十岁的老人家，没人管啊，没人照顾，也中个骨头的困苦多啦。现在也已经慢慢发展了，有人讲现在人老了就叫运当头，怎么讲老了就叫运当头呢？到老了就要装屋啦，屋卡要装屋啊，土笋呢？耐心就要上班，就土笋呢，就做狗，专门装屋，每个头都唔知做啦，跟住叫屋装嘿嘿。其实，狗用当头啊，还比个骨头困苦个还痒，还痒。最大限度还有狗做伴啦，还有一个家庭上还有三年的孙子好做伴啦，又好养生啦。那你像个骨头困苦，是多派个地方去抢留一个人坐不下，来装一家火房屋啊，骨是多支去，你是想哪种痛苦很严重啊？这骨头的痛困苦非常难受，还有流离薄边，边三十个意思，你在是前面也有讲的，前面是用永出光，要不讲三十，流离失所了，一战争一。国家一有事情，老百姓唔安啦，东奔西走，一下三十个时间，妻离子散，弄起一家庭乱乱散，安尼个情况非常严重啦。四十年前，态度变色，许多态度嘅人逃难到台湾，逃难到香港，逃难到南洋，搿都是有钱有力嘅人能走的啦，有势力嘅人能走的。目前无实力的人说太多方就没路去弄的家庭三十，那非常可怜的事情。所以薄边薄是薄浪样的，边三条永远都扁了，
要是本土气上变，就是三世的意思。哦，要兄弟这个父母子全部都三世了，一啥走一路啊，唔地上啊是没办法好地的，一个痛苦相当难堪嘛。所以他讲到太多气得了，一下就过来台湾将近四十年的这条老人，赶紧去回去故乡看看，年年出来面呢，三十到三四十年没看到，所以希望赶紧去看。年年就是一下个分，他个分散散这个痛苦相当难受了。还有忙食国土，做忙国奴的苦啊，那是更严重的。其他的国家，如果是在太平的时节，大家不晓得爱惜自己国家，等到战乱来弄得亡国灭族，家这个痛苦就难受啦。萝卜上的苦用不着说，就是一国之主到了亡国，你是想想有几痛苦。按照中国的历史，每一朝代都有到最后有个亡国君、亡国的皇帝啊，从。再往前咁讲，从秦始皇以后，秦始皇嘅二世下来嘅，二世嘅乃是自然四年嚟做皇帝，冇半年就俾人杀去了，再过下来汉朝到最后嘅半年，时汉冇讲，东汉汉献帝嘅身边有曹操，即个冇半条权力，最后也本曹操嘅拉嘅曹丕篡位篡位。所以就给封作三阳公啊。那么那很顺后呢，没得杀死了。后来慢慢进来进杨冲啦，三国以后慢慢抹退皇帝左上回的就多了。三国以后的两晋、西晋、东晋，东晋就是五胡十六国那南方变成那个南朝，北方后来形成北朝，那就所谓南北朝。南朝就是宋朝两城。宋朝开国人叫刘义，刘义的奶奶刘义隆不错，刘义隆所谓严家政治啊，严家的行政是历史上有名的，可以拿贞观之政等量扯干，同样很好。可是多了几个子孙就是传到七百位，只有五十七年，最后本来的小扯没脱，小扯没刘松啊，最后刘松的末代皇帝就是。宋顺帝刘准可怜虽然做到皇帝没多一年，本小托神没停我作起这个武官我作起出来，对皇宫我作出来，讲到金准刘准的末代皇帝金准讲到金准问个武将我生我的头毛这武将说不会生头了，我同宋东外婆去带出去啦，你从来会带走唔得啦。哦，个柴房在等金准啊，就像世间人作结同样。金准痛苦到自己，心肝上讲结天死咧，所以家下就向天拜讲，我刘准翻言，从此以后生生世世唔好生在帝王家，就叫出来了。我发现个生生世世啊，唔好再过生在帝王家。其实就唔做末代皇帝就会啦，做末代皇帝这样才过啦。生在帝王家哦，我坐头前面啦，唔坐中间啦，唔坐到末代皇帝。末代皇帝就像那个刘准的安才过，安可怜。那那个末代皇帝多啦，宋齐梁陈陈后主还是算比较好的啦，差不多啊，末代皇帝都是死命。所以那个刘准那个末代皇帝，刘松的末代皇帝最后也是本受到什么杀掉了，也是。难怪他讲啦，因为他看过前面许多帝王，最后末代皇帝都是死的啦。所以他忙说国土莫讲老百姓苦，连个末代皇帝就才过过啦。所以难怪几位翻译讲啊，俺生生世世唔好生在帝王家，我世间人还想做皇帝我开始在唔好当上啦。不过你也冇皇帝啦，做总统啦，总统难做，酒桶好好做，唔当做酒桶总统难做，你要做一总统了，还不是辛苦啊？参会人间
老牛西壁有着直立扁担逃出水波，也就是老牛自在一个反到国家的法律方法，作起管在监狱房，那是非常痛苦的事情。古代的监狱不比现在了，古代的监狱那是非常痛苦。老牛老啊，牢固的监狱，牢表示坚固的意思，监狱做得非常的牢固啊，绝对没办法好走的啦。啊，这个牢狱，西边西啊就土的呢，哦，塑料脚铐土的呢，走唔得。壁关闭在牢狱度哈，冇容易哦搬出来，爱出来啊，都是许多的啊，无关兵士非常法金水的呢，啊，一点嘛冇好自由。右直直立右右臂，管那地表地方啊，头边个路用都是暗暗的啦，无光明的。地表地方右暗啊，都本人创始啊，管管到几点严格，一点也不能自由。直本人直状态，直状态无好自由。直立，要嘛那直立嘛，一个直立，你普通爱某一研究一个故事，刚有个情况哈，你没办法了解。直啊，就是人体直，不是直立是打直体的。直立用嘛个直立呢？爱情看过故事个曲线啊，个曲线个情形样个啦。当一个立，我那站上，站上啊，四面表个哈，四面表个档案呢？看人个年纪高啦，度好高，度好起啊呢？四面度好高，度好起，所以窄门。门打开了，把这个方面松一批都地方上安尼起的，哦，立正，啊，头子个，哦，起的，就安尼立正那个地方起的呢，吼，两只脚起都好平平安尼，后背都好平平诶，面前个门关下来都好多多向前吼，就安尼起，就像咧安尼起的，啊，关咧，是啊，起是起动的，绝对起动的啦，头哪都冇好转只，安尼起都死个程度，就起死。就发问慢一点，歧视的咩？真正有歧视的啦，真正有歧视的。故事的你啊，种个直立个肉形啊，个苦形啊，可怕！起初地北方天空唔得，啊，四面都啊，几点的都多，几点地方啊，全天空唔得，啊，最后是按照个被吸到死，吸到死，啊，寿命下长个十日、八日、半个月，寿命短个一礼拜，差不多啦。啊，寿命就结束了。你是想想看，该有几痛苦的事情。鞭，用马鞭去打，马鞭抽打，对不能就烧落去，打马鞭抽打。该唔系讲普通人个打几下呢？一打就算百个呢，一打就算百个呢。头都讲社会往往许个事情啊，已经翻溜脱嚟啊。该户口多咗嚟，堂都讲话啊，过通过中去看那个。啊，往返开会时间，一多种的体格，就下令先把两张每一个打一百下，打一百马鞭。你是想想看，一个五人打一百马鞭，体力死呀，已经不远了，打得半死。故事一打，最少三十下，一打三十、五十、三百、两百都有了，嗯，所以用马鞭去打。打就是打，哦，用马鞭打，烤也是打，烤打，烤打，处是痛苦，处是痛苦，鞭打，逃出，鞭打，鞭打就是用鞭马鞭去打，烤打都给痛苦都直接，痛苦都直接就是为止处，处是痛楚，啊，受了这个痛苦的吹波，该就是所谓啊，你都老有自在的时间。要走出点状况苦，要都是在低质时代啦，比较严重。现在的老牛啊，多么啊严重的痛苦了，当然也是苦。忏悔人间，公私求实，见上老娘，见上母帮吹波，也是提示他了。公私求实，或者借公公家的名义来报私人的冤仇，比如做太官的人，做官往往可以的。利用公家的名义来开私人的冤仇啊，求杀用再讲法
对，比如我故事呢，是尤其这个皇帝一地方就好等于刘律师说，甚至一个叫上出没救出。那么非常文思用，文思用一星期呢，经常裸念，用到裸念呢，裸字，裸字念前脸，像那个念了样的，一边都有念到，一边都有被打没到，经常裸念就是前脚前脸裸字。啊、裸子前脸这故事跟文思用，一个文思用一前脸哦，咱第二世纪都帮人几多前人啊，经常母帮互相陷害母啊，以无为有之母，母啊那个事情安讲都有，叫那母帮就诽谤母啊那个事情就是为是诽谤母就会帮母就会帮，呀、啊，总爱情形因为啊，一激发一个表彰就开始一个加速一。故事一下就没散出，没救出，非常严重啊！比如讲汉朝末年，汉献帝五年的那个个时间啊，那个曹操掌权霸权，那么当时汉献帝就想讲，我嘞没曹操，就下那个二代没收，和那个董卓，董卓是国舅，所以董卓得到二代收，我嘞没曹操，结果事情流血了，本曹操地道，所以那个董卓就没散出。东神不打自己家死，还要把自己的亲属、三叔人全部死。